这个是小只的还是大只的？小只的。哦，这就一岁多了。嗯，对，一岁半。圆仔，小姐注意一点，小姐，谢谢。哦，所以那大只的在隔壁已经过来了，已经又过去了。哦，他、为什么要这样子做呢？他、为什么要把大只的引诱？诱过，因为大只它有攻击性。哦。因为这个是现在是海小，所以还小。哦，所以工作人员在里面。来，小姐注意点哦。哦，工作人员在里面就是小只。嗯，对。他们主要人就蛮小的，因为大只都比较喜欢别人。哦。太难了。那假如工作人员在里头，他们不希望有大的在里面，比较危险的，因为大的他会失控。好似有啊，有咩好点咯？哎，有啊，有几多蚊啊？系有几多蚊？几多噶？几？咩？唔可以咁多米噶喎。来，小姐注意一点啊，小姐注意一点。They attack the world. This one is only 1.5. So he can stay here, but the bigger one, mother, father, there. Double shoot.还有一件，
哎，赶紧，我离家近，你去查。